刚出锅的海兔子，也叫笔管鱼哈。这是我调的蘸汁，这是蒜蓉汁，我放了一点点芥末哈，尝尝。看看，质量是非常好的啊。高调的。妈妈，辣死了。八个头大鲍鱼，拍三十只送六只啊！哇，看一下，这是内脏啊，好鲜啊！这个鲍鱼哈，不论老人、孩子、孕妇放进吃啊，可以做给宝宝做粥、做辅食，然后给宝妈、孕妈做营养餐，一天来一个啊，回到家把它放到冰箱冷冻就行了。辛苦，脆口粘足啊！有日子没吃了，馋死我了，真的。今天搞了蒜蓉汁啊，妈妈，进来的哥哥姐姐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小老妹家的扇贝肉啊，大哥带黄，无泥无沙的啊，质量非常的好哟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都是可以这种拉丝的哈，吃到嘴里面鲜香下饭，特别美味啊！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这款扇贝，这是这个样子的，每包的话是200克的呀。大海螺比较肥啊，大家看一下肉。肉质丰腴啊，想吃可以来我直播间啊。妈，刚刚炒好的鱿鱼花啊，非常的脆嫩爽口哈。我炒的是青红辣椒还有洋葱段，这花耳的话是就鱿鱼那个耳朵哈，它已经改好花刀了，回到家的话你们减重就可以做了哈。特别特别鲜哈，想吃可以来我直播间啊，拍八送二，到手十包哈，每包是半斤的，就是这样的品质啊。Hello， 今天上架一个新品啊，这个是鱿鱼的尾巴，然后给它改的花刀啊，你们回到家啊，吃上辣椒。简单爆炒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哈，特别鲜脆啊！来，给大家来包活动啊！就是这样的哈，每包的话是半斤的。老少皆宜这个海兔的哈，营养美味啊，汁汁都是这种，看不看到？给大家开一个，汁汁都是满子满够，大胖小的哈，你们调个料汁啊。哇，一包是半斤的，然后拍八包送四包哈，来我直播间更划算哦。皮比较脆，然后肉很肥，肉很嫩嫩的啊。来我直播间吧。进来哥姐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家的牛角花啊。吃起来啊。是那种鲜脆爽口的哈，就是新鲜鱿鱼哈，改好花刀，去好皮，回到家简单爆炒两三分钟哈，特别的鲜香下饭。来，今天给大家来波活动哈，咱们看一下，我们家鱿鱼花哈，每包是半斤的，250克哦，九九你可以得到两包、四包、六包，还有八包的啊，今天下单再给您多送两包，给我点个小红心啊。再给你来上两包，满满一大箱哈，99、12包给你冷链包邮哦。想吃哥姐购物车来上一次试试吧。全子的大胖小子，海兔子啊，也叫笔管。哎呀，金鸡兔子哈，我这是水煮的，做了个汤。满满的油膏啊，哇！
哎呦我天，再来一只啊，每只都是啊肥嘟嘟的宝妈，看一下就这个满子情况啊。嗯，后面的是籽，白是个膏啊。嗯，来个大海螺，准备一根大牙签，插入海螺啊，咱们随着螺纹继续旋转。哇，这么大的肉肉哈，先来口粑粑。啊，嗯，苦胆啊，还有这个腮。几个小干干，哇，嗯，哎，啊，嗯，烫死我了。